咱修行的方向，选择了后，必定爱专心一致，爱下功夫啦，耐心呢，耐修啊，就是行正信信，不管什么时阵，对人处事，实在是啊。道理修行的境界，未用的离开一念行，行是真重要。静，咱学佛啊，这个静行啊，唔通有偏狭。静知、静见、静思维啊，静意、静业。这大家人拢会当了解哦，咱学佛啊，一点嘛会偏差，差乎你失千里啊！所以静也是咱修行的功课，信信是咱的多元功德哟。咱伫咧选择啊。人生的方向，咱所选择到的方向正确啦，这叫做信。你相信你所选择的方向，所以咱既然是信心一生啊，就永远无退转。咱的道心要培养起来，就是爱将。这点信心，大地信实行正中啊，那必定呢，爱老老实实啊，修行心无二志啊，修志不动，这呢是咱的内心的修行，大地外行呢是。慈悲喜舍，慈悲喜舍，但必定爱立根福利众生。修行呢，不是独善其身，但必定爱兼利他人。修行者，都亲像家己伫咧做路同款，咱选择了，这个要修路。必定爱真正发心入行啊！不管前面一路有偌呢坎坷，咱都是专心要甲这条坎坷的道路，咱要甲伊修甲可以会平。唔只是咱伫头前跑，就是希望后边的人呢会当。行得真安稳，所以这就是立根福利众生。咱选择正确的道路，咱也行会自在啦。后面的人呢，都行得通达，所以这就是福利众生。咱来率先啦，立人群中去。亲像大魂啊，大祖如魂，咱人人爱培养咱的祖心。祖呢，就是啊，希望众生啊，人人都会当到平安幸福，这就是大祖的心，和人人会当平安，行伫这条空中的大路。所以大祖譬如魂破灵印佛魂啊在空中啊，在虚空中呢，那是真炎热的时伤魂啊，啊小看自己惹一个都不真压迫的感觉，在天空中白云啊，伊会当惹解了真正是压迫的
阳光和大地众生，人人的生活会当真清凉，尤其是干旱的地方，所以五万的呢，会当天空有云，有云呢，才有落雨的希望。所以咱这大慈心啊，要安怎样会当，和大地众生啊参加呢？人间啊，会当平安调和生活，真正的调和气候，安尼呢，大地上人人都会当平安呐、啊。这就是祖大祖如焚破灵焰火，大地会当通调和解落雨的时。就是爱落雨啊！安尼呢，这大地的不管是植动物啦，才会当生活平安。所以这个大慈也是非常的重要。咱修行啊，都是爱从慈悲心开始。那发心入愿修行，爱从内修。性情信心外形呢，慈悲喜舍，咱若会当安尼功课圆满呐，才会当普利众生。所以啊，随时这众生啊，日本就不动，虽然啊，盈盈碌碌啊，为大地众生伫咧付出。但是呢，无影响到咱的道心。咱不是常常有安尼讲，正直清净，自然希望，修持不动吗？不管呢，偌尼真辛苦啊，为大地众生伫咧付出，咱呢的心嘛，还是本质不动，未讲为着。天下事啊，有得失心，不得不失。你无求要得啊，那自然呢也无有损失。所以咱的内心啊，只是伫说明修行的说明啊，就是利益群生。咱无要伫利益中啊，求得所得吼、哦，所以无求得啊。自然呢，都无有损失的感觉，这就是咱修行最大爱落的功夫，真正是爱下功夫啦。顾好咱这点心嘛，虽然呢，家己伫咧铺路，其实呢是为着后面的人好行路。啊，培养咱的自心呢。莫非呢？是希望天下众生得平安，这呢是咱的修行的目的哦。做菩萨，伫迄个所在，到底遮个菩萨，会改为修行的阶段呢？迄、那个位处甲心程度呢？即嘛即段文啊，就安尼讲，改以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，在菩萨的心嘛，已经呢。是非常的稳定，而且呢，已经是到达了
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？因为这是梵语啦，伊有至高无上的意义。那伫只解简单呐、啊，来解释伊的意义，那就是无上正定正觉的意思。一种无上正定正觉呢，就是修行啊，最高的境界。是真圆满啊，已经呢到最极点，真呢，好亲像咱世间的学位啊，你选择什么款的功课学习，大学毕业了后呢，也搁想要安怎搁再去研究啊，修习书，那习书修完啊，感觉也无够，爱修博士吼，那。博士呢，当然分科别文啦、啊，有真多的类呢，选得着用心研究，一直到噶，咱会了解呀、啊，会当提出论文呐、啊，也过会当教育别人啊，这呢就是已经到最高吼、哦，总共一句呢，无上啊，就是至高的意思。修行已经到达了至高无上的境界，而且呢是正定，那方向是正确的，极定。对啊，修行的道路这段阶段呢，拢无有偏差，咱从初发心开始。将选定呢，咱修行的方向，安尼初发心去当中，一路呢安尼不断行过来，拢无有一点嘛可以偏差过去。咱若有多心嘛，一点嘛会偏差，那差之毫厘，失以千里。这个所在所讲的呢，就是将你所选择正确，你下定决心，这个信信修奉行，安尼呢，从初阶段一滴一滴这条路呢，真正的正确，走到最尽头极顶的方向，那拢总是真正，无有偏离。无有偏离过咱的轨道，安尼叫做正定吼、哦，定呢就是最极定啦、啊。到这个中间，咱正觉觉悟啦，这个觉悟呢，就是完全体会。所以天下万事不大，无不低，无不高啊。佛陀呢，就是教个无上正定正觉。但是呢，佛陀甲咱讲啊，恁也是同款，甲我也同款啊，咱是平等。我会当教个无上正定正觉，恁也是同款啊。人人呢，具有本性，只要你发心下功夫。方向无偏差，一路呢，无有偏颇掉去。同款，我也会当行到这个所在，恁也会当看到这个风光。这就是佛陀
予咱大家人的信心。所以呢，除了佛陀以外，阁有真多菩萨已经呢修行到达这种无上正定正觉。过去的菩萨是安呢，一直到未来现在呢，咱大家人应该也是安呢。唔只是咱现在的人会当到达无上正定正觉，未来的众生也是同款。所以这正地正觉啊，就是咱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佛的弟子所要追求，就是菩萨道。咱若无到菩萨道呢，无法度到成佛的境界。所以呢，学佛啊，必定爱搁在入人群，人群中呢有真多善恶啦，善的人真正是啊，真可敬，伊减少烦恼啊，伊的善心善念，那就是在人道上无脱轨。恶的人呢，就是恶心恶念嘛，脱离了人的轨道。好、哦，这种的习气，真歹的习气的众生真多，这就亲像讲有病。有轻有重，有的人呢，恶的呢，真正是心胸手软吼，这种的人啊，那要安怎去调伏伊？要安怎去教育？这呢，那亲像讲病人中呢，有真多呢，迄种的真歹治疗的疾病啊，或者是呢，吼真罕见的病呢。同款啦，医生呢所面对的啦，是人的身体不调和。佛菩萨所面对的呢，是众生心不调和。所以讲起来，要安怎去救世？大圣呢，爱入群救世嘛，去制度众生。和众生的行为啊，会当正确哦，所以呢，这都是哦，佛陀教育弟子安怎样立人群啊，去啊，身体力行，那无离开自己正，所以这正定正觉啦，就是已经呢分别哦。就是甲自性偏空无共哦，得以自性偏空。什么叫做自性啊？性本性、独觉性，这叫做自性哦。性本就是靠声音伫咧听，听闻呢，佛陀的正法来了解呢啊、哦，这个法的道理啊。那个另外一种呢，伊的智慧真高，唔是靠听来得到了解，伊将这个大地上呐 有四季，四季轮转，春夏秋冬，伊呢，敢那伫这个大地啦，的境界呢去体会，感觉到这叫做无常的道理。啊，有生自缘灭的道理，它有生自坏空的境界，有生老病死的形态，所以呢，伊敢那伫这个四季轮转呐，伊都会当去觉悟，这叫做缘觉，缘迄个境界而觉悟，这就是智慧比声闻呢，搁较广。啊，虽然啦、啊，因不管是从声音得来的感悟，或者是呢，伫境界呢所体会的感悟，因拢是偏啦、啊，敢那偏伫这个空，那即空了后呢，那感觉就讲天下也无虾米代志好做咯。做嘛无虾米嘿，那阿尼也未用诶，所以佛陀要较紧诶，紧讲
这个菩萨道叫做中道，所以不偏即有，不偏即空，所以这就是正定正觉，就是无偏啦。啊，不是声闻的觉悟，也不是缘觉的觉悟吼，它就是普遍正行道的道理。想是真好，这是道理啦。你了解呢？这人间呐，应该爱取得解脱，为家己解脱嘛真好。但是呢，为家己的解脱，爱国为普天下众生，所以必定爱到普遍正行道。咱爱国在行这条路，唔只是行这条路，还要国在铺这条路，铺的呢？后面的众生啊，会当好好循规蹈矩，行在这条路上，未搁再作业，那就是人人呢，迄、那个心啊，会当正向轨道，这是咱学佛啊最重要，应该呢，唔通有偏颇，修行的功课呢，爱到个圆满的境界，才有法度呢。正定正感吼，到无上的程度。安尼呢，咱回归三宝啦，入灵群中，才会当利益众生。各位菩萨，学佛啊，不是独善其身，必定爱兼利天下，这是咱学佛的目标。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。